去五年，约4600名租赁组屋租户成功拥屋，买下了自己的组屋，当中大部分直接向建屋局购买组屋，并享有了各种公共住屋津贴。记者李怡桦报道。苏菲亚一家七口上个月搬入位于榜鹅的这间四房式转售组屋单位，实现拥屋梦。她花了41万元购得这个单位。过去10年，苏菲亚一家生活在两房式租赁组屋，官病来袭，自己和孩子需要居家办公和学习，但空间不大，迫使苏菲亚向租户拥屋扶助小组求助。When the HST come forwards, they actually advise us that we are able to get four room flats. Even it's a resale flats, also we are able to have it. The payment, everything he calculate us is just that we just need to pay by CPF itself. There's no cash fork out.建屋局指出，在4600名租赁组屋租户中，3/4向建屋局购买组屋，其余则选购了转售组屋。此外，超过半数购买了三房式单位，约1/4购买了四房式单位。得以拥屋的租赁家庭中，2/3借助公共住屋津贴来购买组屋。到了2023年，建屋局希望通过租户拥屋扶助小组，将触角伸向1000户租赁组屋家庭，协助他们一圆拥屋梦。我们为这些家庭提供全面和个人化的资源，我们与他们紧密合作，帮他们了解不同的住房选择和房屋津贴，以确保他们能买一间自己能负担得起的房子。截至去年12月底，租户拥屋扶助小组已向654名租户伸出援手，当中8%已预定组屋，27%则应该会在这1-2年内准备好申请组屋。小组将继续评估和跟进其他租户的拥屋能力，尽可能协助他们实现拥屋梦。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怡桦报道。